联袂在好莱坞中国剧院前留下手印和签名，被网友盛赞世上有种友情叫黄晓明和赵薇。同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出身，相识相知长达15年，但却鲜少有合作的机会。两人这次借由电影横冲直撞好莱坞，首次在大荧幕合体上演一段惊险刺激的冒险之旅。嗨，我就是一个站在一圈沙漠里边的稀里糊涂的大傻逼。你把那个重音放在啥地方再说一遍。第一次合拍电影就饰演一对情侣，原本以为两人默契绝佳，应该一次就可以完美演出，没想到工作人员透露，片中有一场大团圆的吻戏，黄晓明和赵薇连拍了10多次，导演才满意的喊咖。除了需要呈现不同的取景角度之外，也因为两人实在太熟识，只要一字幕相交，就忍不住笑场，频频 NG 重来。别怕，这要是个电影的话，这条蛇会咬我的屁股，然后小明会趴在我的屁股上帮我把毒血搓出来，我就获救了。在这个电影里不可能。远赴好莱坞拍片期间，赵薇学习到许多先进的拍摄技巧，像是戏里惊心动魄的飞车场面，其实都是在摄影棚内完成，让身为导演的赵薇恨不得移植这些技术运用在之后的作品之中。耶稣的新闻中心特别报道。